我是刘绍创，我们的项目是保护野骆驼。野骆驼呢是一个非常珍稀的物种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只有1000峰左右了。它只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蒙古的大戈壁 A 保护区。目前野骆驼的栖息地的面积有20万平方公里。 利用这种遥感技术来监测它的栖息地的变化。这项保护计划的最终的目的是使野骆驼的数量不断的增长，使它避免灭绝。那么通过获得这个奖项，我也可以把我们的力量，把我们的这种技术，然后向大家传播。它亦是我的一个梦想吧。